接下来我们来金句朗读，金句朗读，马可福音第十一章二十四节，好，与我们一起来念来背起。所以我告诉你们，凡你们祷告祈求的，无论是什么，只要信是得着的，就必得着。台语。所以我告诉你，今哪一所祈祷来求的？就信息已经得到，就要予恁得，要予恁吃。Therefore I tell you, whatever you ask for in prayer, believe that you have received it, and it will be yours.And it will be yours. 好，接下来我们来奉献。